边的小助手啊、我们手上呢有 Bussolini 在2013年的非常时尚的目录，他会喜欢里面的哪一个新品呢？在今天现场有那么多不同的款式，好，刚刚妮妮已经帮我们，好，不错，好的，在我们杂志当中，妮妮相中了 Bussolini 的手环。好，还不止变出一个，是一串哦，那么多不同缤纷色系的手环，也让所有的我们的都会时尚女性，大家在这个配件上有了更多的选择。是我们今天 Bussolini 我们在2013秋冬的年度盛事，那当然邀请陈婷妮先干为敬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好，2013秋冬的新品之外，也让陈婷妮展现了眼睛，刚刚还跟我们说快快不管，我就要这个，我刚买的 OS 应该没有做彩蛋的新生，对，小公主，因为所有来到这个 Bussolini 旗舰店的我们的 VIP 都是有一个感觉，我喜欢我就一定要带回家，对对，是，那要请妮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2013的秋冬 Bussolini 会带给大家什么样惊艳的作品，然后也很时尚，而且它的色彩也非常的缤纷，那今年呢我们也用 Nini Bag 然后来做了更多的延伸，是，这就是我今年现在身上的这个包包，其实它可以说是 Nini Bag 的第二款，它非常的特别哦。哎呀，我被打住。是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？人生当中有一个牌子会因为你的名字而设计包包，真的，我第一次，太荣幸了，超荣幸的。为什么？是。没有，是我刚把自己缠住了。对，这个包包呢，它今年延续了之前的实用，还有它的不同的很多很多的夹层之外呢，今年所有的东西都再进化了。因为呢，其实包包不仅要好看要实用之外呢，其实它的设计还有颜色非常的重要。没错，它今年呢推出了总共有五个不同的颜色，然后有五种不同的背带方式。是，像我现在呢就是第一个方式，是侧背。侧背，然后呢，如果把这个打开之后呢，也可以手提，是，还可以手提的方式。而且我再把这个拆掉以后呢，它可以变成一个手拿包，然后呢，把里面的东西翻出来以后，是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托特包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一个包有多重使用的方法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一种包款，是，而且对于。